算出来是这种无效值，因为这里有个除法嘛，对吧？还有求个 log 嘛，那除法的话你不能为零，求 log 的话你必须是大于零，对吧？那么这样一来一算以后呢，有些东西就是它算出来是那个 not a number， 啊，是个不是个数字，因为它除以零啊，或者是 log 里面小。